昨天在五点在 AL 基地等了我两个小时， AL 基地在哪儿啊？在上海吗？不是，有没有人基地能在我隔壁啊？就直接跟我住对门，我靠，每天过去训练我，达不到比赛另说，我每天都过去训练。哎，我操，兄弟啊，你是个人才啊，这能抬空的啊。我操，兄弟啊，这你能抬空的，他还用了闪。我操，这打野怎么正好从这儿来的？果实还没有啊？怎么 W 就这么用了？这个 R 的伤还没刮到，操操，有个人，救一下呀，哥！啊，好吧，下路没杀穿他们，一杠三的，哎呀，我去，这落给你们，你们是那个连黄金的都打不过，真不骗你们，这都不用玩的，救一下。不是呀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让我死吧，诺！哇，这泽利还跑了，你是傻破啊！你去死啊！或者你挡一下技能，我还不一定死。我们俩，我说真的，兄弟们，来中路干一波啊！这边不一定能赢。我们这边开团还是有的。我操，错了！啊？出来全是对面的人吗？发起投降，时间不够。这把队友应该也不想赢，我是那个唯一想赢的，但是没用。我看到德赛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很好：排位看运气的，但自己要打得好。我玩五盘，自己打得好五盘，但是全输了。第六盘我还能不能打得好？我操！气死了！先给辅助举报，别的都没看到，这辅助该举报。不是，我想特别想知道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这我也没有很离谱啊。我觉得这种遇到这种辅助啊，这说他两句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真不懂，就是怪辅助，就这种辅助你遇到连说他两句都不能说吗？而且他有可能还是演员，对吧？你们打排位的时候应该不管是谁啊，我刚才吐槽两句很正常啊，为啥要说？我吐槽两句还不行啊？我为什么要憋着呢？关键是我为什么要憋着呀？问题是，对啊，我说两句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要带节奏呢？说我怪辅助呢？怎么那么闲呢？他不是遇到特别离谱都懒得说，我都懒得讲，有些人他是那个操作感觉像个演员，我才说两句。你还在为流量不够用发愁吗？电信最新推出每月185G 流量只需29元，不仅有500兆黄金下载速率，而且剩余流量可以结转到下个月，可在官方线上营业厅查看套餐，保证免费申请零元包邮到家。